这叫欺骗。雪媚娘里面有一个的，你要吃两个的吗？是鲜奶，燕麦奶。燕麦奶，我喝吧。刚刚做的啊。哦。口感很好的。mini 汉堡。最高，对最高、哦。好了吧？好了，结账。啊，83.63，欢迎使用支付宝。哎。走吧。我吃一个早餐，再来个燕麦牛奶。之前你减了两斤，又开始吃了，甜品太好吃了，吃一个呗。嗯，一个给爸爸，让他增肥。嗯，好吃吧？第二口咬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要不然里面料好毒啊。嗯，真的是第二口要小心的，爆出来了。这最多能吃一个。第二个就腻了，所以我没有想吃第二个的概念。是吗？嗯，我吃一个华夫饼，刚才那个里面的那个奶油太多了，吃完一个就感觉有点腻啊。好久没吃甜品了，所以呢稍微甜一点就感觉腻。华夫饼，我们的早餐就这么朴实无华啊。智贤的早餐，我还没放假的时候我就想吃华夫饼，正好有华夫饼。魔兽放假了，家里边都这样式的吗？天天看牌的，天天看牌的，软软糯糯的那种。嗯，饿几天了，吃啥都好吃。没有，这个真的很好吃，好吃是吧？口感很丰富，因为你刚咬进去有生菜，然后肉、鸡蛋，然后还有培根。嗯，有蚊子还。还要吗？哇，我这个好大。郑老师减脂餐呢这么好吃，里面好多沙拉酱。吃饱喝足，我牛奶特别鲜，这个纯牛奶自带香甜。这个就是减脂餐。沙拉酱。之前的减脂餐呢？出发，不是减脂餐，我这个也不是。那我们出发了啊！嗯，我们要出发喽，我们去开斯克买点好吃的，回家整点好吃的啊。这几天没在家做饭了，今天整点肉肉吃。你看，今天剪头发了，换衣服了。我们三个人情侣装，哎，不是亲子装还是情侣装？亲子装，咱俩是情侣装。又降了300块钱，真的啊？还有这么大的？我的妈呀，家里没地方放呀，快去！哇，比你爸还要大，你看，抬不起来，抬不起来。mini 版也好大哟，哇，这个哇，这是姐姐比你头还要大，还是不大？这是你，这是 mini 吗？这是 mini 吗？备注很好吃的。之前你挑一个早餐，哇塞，这个是什么三明治组合新品？芋泥跟哇，哪个呢？啊，好吃吗？不知道。好，走吧。哎呀，我的某某狗狗，这边能马拿出来过。这个就行，大的呀，啊，两个就行。走吧，走。就这个，哎呀妈，找了半天，还是老婆厉害吧，一下就给你找着了。买完沙楞，买完回家。这回好像是最沙楞的一次。嗯。
我们要去健身房的，热狗、牛肉卷、披萨随便选。哇，开心的不得了哎！但是我答应好爸爸了，今天走路要好好走，走路要好好走，然后呢不能偷懒，然后呢要走40分。好，那我也吃一口，我今天走1个小时。蓝莓酸奶冰淇淋。哇，这就是传说中的最快乐。酸酸的，很好吃哦。这是蓝莓酸奶。嗯，好吃。咖啡吗？咖啡，咖啡。嗯 ，OK。两个冰美，你的汉堡，你的这个牛肉卷，我的披萨。好。哎呀，三个人都不同。这么大个啊！我这个不好吃。哇哈哈！我要疯了。好了，这是番茄酱。没事。这刚出锅的，绝对对的。喝了来一口。再喝一个吧，咖啡。我就拿点纸啊。嗯，我有，我有。你拿。嗯。哎，扔不去了，我社恐。哎。嗯，没搞。这个可以拉丝。大哥。嗯。这是吗？中国吗？你得吃他的汉堡了吧？你吃这个披萨得了。吃不完。你拿着吃吧，姐姐，吃完放下给我啊。虾堡。好吃吗？俺蒙着他了，不饿呀，一点都不饿，不吃。一点都不饿，呱呱的吃。我这叫亲切。这烧好不饿，难吃。算了，我再吃一口吧。忍不住了吧？嗯。下巴都蛮细的，没么个吃。不好，不敢说。这披萨有一个缺点，就是如果这里有那种红薯就可以。嗯。天哪。有点么子吧？下地给苦水啊，红薯片。嗯，红薯芝士都好吃。这个奖其实没事啊。嗯，没事，他那边收音了。你们不吃吗？没吃啊，是吧？不、没吃啊。就尝尝味儿而已啊！对啊，尝尝味儿而已的。披萨边那么脏。之前教你一下，干净的人到哪里，往哪走过路过的地方都要干净，看到了吗？学医用医，听到了吗？不要你走哪儿脏哪儿啊！我们要回家了，回完家之后呢？换上运动鞋直接去健身房。 OK， 可以啊。嗯，之前 O 不 OK？ OK， OK， 好。哦，你速度快一点啊，加油。运动好不好？看你挺开心的。
刚刚健身完回来啊，现在是10点了，就是家里面没有姥姥姥爷在以后呢，我们的晚饭呢可以稍微晚一点。如果家里面有老人的话，肯定要按时按点吃饭。就是叛逆三人族成立以后呢，就这点时间很自由，但是呢，用另一种方面来说的话，乱套了啊！这早饭呢，基本上都在11点左右，哎，甚至12点。晚饭呢，基本上晚上10点、9点这种。午饭呢，饿了就吃，不饿就不吃。哎，你们的生活是不是跟我们一样？今天我购置了一个设备，铁板烧。哎，今天晚上吃铁板烧啊。韭菜准备一点，我刚才发现那叫什么河粉的那个，泰式的，它好像里面有韭菜什么的，但是呢，我感觉有点少，这个得搜一下。我给你搜啊，你准备了，不行啊，先弄吧，赶紧弄。来，晚上喝两杯，你不用喝，我喝，你喝气泡水就行，只要你不跑陪我就行。那肯定的。OK， 那行，看看新机器怎么样啊？行，之前要吃这个，这么放就行。烤。200度，15分钟。你看家里有肉啊，没必要买。对呀。咱该省的地方得省，省下来的钱呢，可以买点设备啥的。哎呦，别掉下去啊！我们在上面做饭了，这个刀都钝的。主食呢？俺没有带吃那个，锅盖的菜多几么？金娜，过来吧。今天用橄榄油啊。温度上来了啊。味儿了，有味儿了。橄榄油啊。好有仪式感，还这么好看。就这么整就完事儿。哎，那这个肉可以吃吗？不可以，这肉不能吃啊。哎，可以吃，可以吃。有绿豆芽跟那个什么韭菜呀。我是想不够。运动开始呢，过去没给的，啊，过去过去嘛。咱可以蘸点这个黑胡椒、海盐，哎，直接吃就行。这样，给它焖熟一点啊。嗯。我给你弄啊。嗯，吃一口牛肉。哇，啥也不需要，来个大葱。这个之前的，给之前来点盐。我来。嗯。哇哦。
지인이랑 회고자 안 먹으니까. 우리끼리 공개도 해가 회고자 하자. 아니 여기라 하고. 맛있어? 어 여기라 하고. 얘가 좀 그래가지고. 之前蘸的是盐加香油。对。哇，太多了。喂。你好啊，你又太滋了，我都不敢等了，再等就肉都没了。来，之前气泡水来一个，朋友们先这一个，尝尝。哦，맛있다。肉跟菜一起吃，淡不淡？稍微淡一点。嗯，清淡有没有？嗯，好健康啊！今天又个먹어보라，可醉了。啊，먹고있네언제까지갔어刚买。我们有一年没这么这个点放松的这么放肆的在这这么吃了吧。嗯，去年是姥姥姥爷回去以后我们的奶奶啊，小心点这个烫啊。嗯，别碰到。你要是跟我说我给你拿。好，搁这拿姐姐放这了啊。嗯，来我给你二。고기많다는데바로없어졌네肉被这个绿豆芽韭菜真香这韭菜啊你可以吃全熟了不辣了你不是很喜欢吃韭菜炒鸡蛋吗跟那个味一样的只是没有鸡蛋而已大葱熟了，甜丝丝的，然后真好吃。来干一杯，哎，之前干杯，饱了，那气泡水还喝吗？气泡水阿芬老公，不喝，给我吧。突然间的二人世界，待会儿我感觉我得炒一个主食吃。包括河粉子，哦，你的河粉都忘掉了，忘不掉的。能吃点主食啊？没主食啊，有这么你个太符合我的口味了，简直就要来当面的脆脆的吗？是炒河粉。这个应该是。根本可能熬了呢。喜欢吃蔬菜的人家，翻过来。焖的蔬菜啊，蔬菜。你看，焖一下，咱就可以开饭了。我们这一个多月时间，估计得比较乱的啊，香味扑鼻呀。맛있겠다辣椒粉给它撒上哎呀妈呀之前在的话就不敢放了但是之前已经吃饱了咱就不客气了啊尝一口啊맛있어吃수가없어맛있다와맛있다酸甜辣口酸甜辣哦，挺辣。来几。尤其碳水嘛。酸辣酸辣的啊。酸甜辣。对啊。酸甜辣烫。它有花生碎。고기랑먹오늘고생했다고생3월가느라고운전하느라고고생했지뭐멜마다그렇지뭐정상이제시간그러니까내너무힘들게만드는거아니야
저기오늘좀짜증난것들아더워서짜증난거야太热了这这天真是的그래서우리오후되면있잖아딱3시되면은정신이빠딱드는거있지눈동그레지는거있지3시되면은开始기분되게좋아지는거있지맞지어깨가가지고쪼갠다쪼갠쪼기지에이맛이없을수가없다그래서탄수하고고기먹으면기분좋아지는거야와아야마吃完这个我可以继续撸铁了好卖太香了干啥呢你吃完饭了突然间去晾衣服了呢啊你不是刚才正好叫了吗好了吗你可以在那把我把菜在那儿下来你们他干过麻子然后还得重新洗了是啊会有闷味的不直接晾的吗没有美女在旁边突然间不香了什么情况鸡肉串这之前今天想吃今天之前说想吃这个鸡肉串了就是那个便利店照烧口味的那个变成粉尝尝啊可以挺好吃的你啥时候结束啊？这个听完就完事赶紧过来陪陪我。好好孤单。맛있게먹고있어자기없어맛있게먹기힘들어서지금억지로먹고있어굶지않으려고무슨맛인지도모르고먹고있다睡了